下一个句子呢，就是我很喜欢你，我很喜欢你。泰文叫做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ก，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ก，是我非常喜欢你。ฉั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女生用的我。ชอบ就是喜欢，ชอบคุณ就是你，所以呢，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我喜欢你。然后句尾我加了一个มาก，มาก是一个程度副词，很非常。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ก是我非常喜欢你。男生要改为ผม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ก，ผม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ก。那假如说你想跟对方说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，喜欢很久了，怎么说呢？很简单，就是ผม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。ผม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。ผม是男生用的我。ผม如果女生呢，你就改成ฉัน。ฉัน ชอบ就是喜欢，คุณ就是你。ผมชอบคุณ我喜欢你，女生就是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对吧？啊，然后后面呢，我加一个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。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呢，就是已经很久了。嘛那聊是已经很久了，因为嘛呢是来，那是久，聊就是了，嘛那聊来久了，但是在这里是一个时间，表示时间，就是已经很久了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男生这样说的，ผม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如果女性的朋友呢，就是ฉันชอบคุณมานานแล้ว，我喜欢你很久了。下一句呢，如果你想问对方说，能不能当我女朋友，你能不能当我女朋友，怎么说呢？想想啊，想不出来吧。那爸比昂告诉你，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ผมได้ไหม？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ผมได้ไหม？就是你可以当我女朋友吗？คุณ就是你，เป็น就是在这里就是或者当的意思哦。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，แฟน呢就是男女朋友，没有分那个性别哦，在泰语就单独用那个แฟน，แฟน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。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，ผม就是我。ได้ไหม就是可以吗？可以吗？ได้ไหม？所以呢，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ผมได้ไหม？最好句尾加一个 club 比较礼貌一些，会感觉比较温柔啊。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ผมได้ไหมครับ？你当我女朋友可以吗？如果女生要跟男生说也行哦，也行，就是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ฉันได้ไหมคะ？但是Bobby还觉得应该是男生对女生说的比较多一点吧。哦，那就是คุณเป็นแฟนผมได้ไหม？下一句呢，就是我是认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那就是ผมจริงจังนะครับ，ผมจริงจังนะครับ，ผม就是男生用的我，จริงจัง我们来看这个จริงจัง呢，就是认真。认真就是紧张，那然后那是一个语气助词，表示提醒对方那种语气。那啊 ，club 是一个男生用的后缀敬词，所以呢，ผม紧张那 club 是提醒对方说我是认真的。如果女生就改为ฉัน紧张那คะ，ฉัน紧张那คะ。下一个呢，就是我没有骗你，我没有骗你，就是ฉ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อกคุณ，ฉ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อกคุณ，ฉัน就是我，ไม่ได้就是没有，หลอก就是骗的意思，หลอกคุณ就是你，ฉ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อกคุณ，我没有骗你。男生改为ผม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อกคุณ，ผมไม่ได้หลอกคุณ。我没有骗你。